今有位粉丝从网吧上找一套大别野，预算在1000多，要有天有地有花园，刚好给他找一套新中式大别野。来，这一位是我社会强哥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强哥，小伙带了吗？那必须的，说出手时就出手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强哥，小心点，财不外露。怕啥？我暴发户，我自豪。藏着掖着干什么？我还怕别人不知道我有钱。好吧，随便你。来，强哥，我们到了，就是这一套。界面245平，实用500家，花园都有150平了。这样的新中式别野啊，可以用总共5层半高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还行吧。走，百无不一见，马上进去看一下。来，来，入户这套客厅呢，你看这7米中空挑高，近100平的大客厅，妥妥的豪宅啊！暖黄色的水晶灯，复古新中式风格，整体做了隔热大落地窗，这环境的富贵人家，彰显端庄典雅大气，相当的不错，我觉得非常符合我的气质。来，客厅过来啊，左边就是我们的花园，然后右边呢就是私家电梯，一楼还有一个5人共用的卫生间了，看这空间非常的大。再往里走啊，就是我们的新中式大厨房，这空间多大，这得请5、6、7、8、9、10个保姆才能 hold 住这个厨房啊。请保姆干啥？我家老婆都不够地方下厨了。大哥，几个嫂子啊？暂时还没有，我计划将来7、8、9个。果然是我社会强哥，佩服。看这近30平的餐厅，可以摆一张4代同堂8人位的大餐桌，相当的到位啊！走，带你去看一下私家会所，旁边是有一个自补双车位的，马车一停，马上到家。走廊过来啊，这里是有一个5、6、7、8、9、10个人共用的卫生间，看这空间多实用。来，再往里走呢，就是一个会议客厅了，几个亿的小目标都是在这里谈成的。那同样，你也可以把这里改成为私人电影院，舒服吧？这外面还做了一个采光顶呢，这个我喜欢，吹着空调，晒着太阳，我的下午。吹空调还能晒太阳，真的是，这什么逻辑啊？吹空调还要晒太阳，果然有钱人的生活啊，就是这么朴实无华，请不到啊！我们坐电梯上楼看一下，走，2楼啊，同样做了一个5、6、7、8、9、10个人共用的卫生间。2楼有2间房啊，标配有大落地窗，还有一个大衣柜，一间给岳父岳母，一间给自己家父母，门当户对2家亲，相当的到位啊！那我们3楼的位置啊，做了2间双属套房。哇，看这卫生间，做了35、6个人一起用的大浴缸，这一张35、6个人睡的大床舒服吗？外面还有私家阳台，看这里还设计了办公台和衣帽间一体的百变空间，是不是相当的阔绰大气啊？再带你看一下另外一间房，同样是有35、6个人的大床啊，还有外面的私家阳台，舒服吗？强哥，让你看看这个卫生间，非常的大，5、6、7、8、9、10个人一起洗澡都没有问题，是非常符合你啊。洗手台、马桶、浴缸还有冲凉房都是标配的。这两个房间我很满意，都是很大的房子。必须的，来，我们上4楼看一下。来，4楼的天台，不但可以赏月摘星辰了，还可以搞搞 party。你看这配套都齐全了，平时叫上3、5个好友过来搞一场狂欢晚会，完全不在话下。感觉不太够啊，我朋友特别多啊。不用慌，强哥，跟我来。这边还有一个天台，一场20人的活动聚会，轻轻松松就可以搞定了。这套5层半，有天有地有花园的大别野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好了，装修大哥套房，带你看更多好房。